大家好，又是我 K 師奶啊。今日帶你行下大圍，有間叫金禧商場，睇下有咩行。前邊有間係買手提電話嘅，一上到嚟，跟住有間買衫嘅，上到跟住嘅右手邊。有間是買那些風電風扇啊、按摩窗那些東西的。跟住有一間亞信屋，它的左手邊又有一間買電話的。跟住直行有一間橙仔三哥，跟住再直行再直行就有間大家樂，看看有啲咩食。跟住個左手邊有間做美容 facial 嘅，跟住一間同埋水晶嘅，間好出名嘅水間種嘅沙律嘅好似，我哋望下有啲咩食。右手邊就大家樂，跟住右直行，有間就曬相公司嚟嘅，跟住再直行，有間咧就買內衣褲嘅，跟住個左手邊就買手錶嘅，睇下啲手錶貴唔貴。跟住嘅右手邊有買寵物嘅食物嘅，再行行行行，再向前行。我家就買眼鏡公司嚟嘅，跟住就轉左手邊。右手邊就買嗰啲深溶海味嘅，啲花旗參嗰啲嘅，跟住再直行，跟住有一間叫百川中醫嘅，睇中醫嘅，跟住右手邊有一間錶鋪，直行
嗰間係維修手機修理中心嘅。啊，睇佢啲價錢幾多錢？跟住佢左手邊就買衫嘅。有一間吉野家，因為有一間賣嗰啲電腦嗰啲router嗰啲啊，啊又有一間剪頭髮啊，七十蚊一次。吉野家睇下有咩嘢做，有啲咩食。跟住左手邊有間就係夾公仔。有間係眼鏡鋪嘅又好，跟住有間買衫，右手邊有間茶餐廳，哦、跟住行完就走咯。跟住。跟住落去走啦，忍住咁多先啦，拜拜。大家好，睇紧条片嘅你，麻烦你帮手订阅同埋俾 like 我啊，因为你哋睇完我嘅片冇揿订阅制，睇片嘅人多过订阅嘅人数，希望得到你嘅鼓励和俾信心支持我，多谢你们收睇，下次条片见啦，拜拜。